这桃园市一处社区内竟然发生了坠机意外，只是这个机哦，原来是一架价值百万元的遥控空拍直升机，疑似因为机具故障坠落在社区中庭，还好是没有砸到人。零件散落一地，整个机体四分五裂，这架不明直升机就这样意外坠落在社区中庭。机头掉在这里，它那个机尾是掉在这里面。我以为说我家晒的那个衣服架整个掉下来，结果后来不是，是从那边掉下来。对啊，所以当时有小小的吓一跳。对，也8号上午10点多，桃园市一处社区有民众报案，社区中庭有一架大型的遥控直升机坠毁，还好没有砸到人。还有那个有土地搜寻，发现，这家公司他们有在那个破产网站在做分享的那种影片，他通知询那个这家公司那个搜寻网，寻线找到失主。由于机体受损严重，但从残骸中发现记忆体完好，研判是专业的空拍公司。事后查出是为了替建案进行空拍时，疑似机械故障，空拍机才会失控坠机。他们找了蛮久了，他不知道这是我们辖区啊。他们过来的时候发现的时候，非常感谢我们，还有我们警方怎么厉害的。警方靠着关键字找到这家公司，光是机体以及搭配的摄影器材就要价近百万元，还好机体没有损坏，也没有砸伤人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记者简正峰、廖玉智桃园采访报道。